是个人家好朋友，要是搞点兵力就好。兵力来！哎呦，狼大比西瓜子。那个是哪的嘛？他是麻将师，今日才出，爱得很啊。张兄弟，有病啊！哪里跑太稀呀？回来啦，嗯，吃饭。啊？哇！金色传输。导演说，想吃鱼，先吃辣椒。一对一对。哇，你钓了好多鱼哦！一般一般，世界第三。那你可以分我两条不啊？让我亲一口都得行。哇！是，你是来开包厢是钓的，等等。熟喽，开吃！嫂子还没来呢，嫂子来了，宝宝宝宝宝，来晚了，你们吃上了。来，小雨一个，我一个，小明。嗯。咦，你来来来来来，你给我给我给我，我给你做一个，吃吧。吃饱了，我先走了。嫂子，明天再来。明天不来了。吃饭了。今天又加辣椒。认菜。你们看到这剁椒一头啊？那么小的剁椒一头撒点粉吗？哼，你跟辣椒过一辈子算了。我靠，无情！嗯，吃豆腐感觉真好啊。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。哎，
是吧？好，来酱酱油，不用做了，带你去得了啊，带你去啊，是啊，那我给你做了，